收手吧！为什么要收手啊？有没有逼他们？做生意有买就卖，我是要收手吧？那些家里有鬼啊！你知不知道？谁家里有鬼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不会骗你，你就怀疑我吗？那为什么不可以？当初跟你说呢？那我也不会怀疑你啊！
should be one more.